丰盛的早餐是一天的活力来源，而藏身于小巷弄中的哈利素食就是广受台南在地人喜爱，堪称老字号的创意早餐店，主打手工现做的汉堡、三明治夹肉等经典菜色。外观简约淡雅的店内以传统的复古日式风格为设计，气氛相当怀旧温馨。招牌的现做手工汉堡以温热松软的面包夹着新鲜生菜、番茄、荷包蛋以及老板娘自制的独家汉堡肉，吃起来柔软多汁，非常美味。搭配上浓缩鲜奶熬煮而成的香浓奶茶，简单却美味的组合让人爱不释口，一吃难忘。